Hello 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Speak English with Sam.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跟山姆说英语之巧妙记忆小学英语800单词。今天是咱们的第12讲，那么下一节呢，我们将会对第10讲、第11讲以及第12讲进行复习。单词呢，一定要复习好。好，同学们，现在跟老师花最短的时间，用最少的脑力记最多的单词。好，张开嘴巴跟我读第一个单词 ,act。Act, 什么意思呢？表演，表演呢，它是一个动词，看音标 ,act, act, 字母 A 发的是梅花的 A, act, act, 好，你看这些人呢，是不是正在台上表演呢？表演杂技，不管表演什么，总之都是在表演。举个例子 ,they are acting, they are acting,他们呢正在表演，可以看出 are acting 可以看出谓语部分是一个现在进行时 they are acting 他们正在表演。句子的结构呢是一个主谓结构，看着音标刚才再读一遍 they are acting they are acting 他们正在表演。现在表演呢，那么男表演者就是 actoractor 非常好，就是男演员，看着音标 actor 好，他呢就是一个著名的男演员。好，那么我们举个例子 he is a great actor 他是一个伟大的很棒的啊，出名的非常棒的一个男演员。好，看的音标跟上读两遍 He is a great actor 他是一个男演员。那么这句话主系表结构，主语是 He is 是系动词， A great actor 就是表语，表语呢就是对主语的表示说明， A great actor 就是对 He 的表示说明。好，那么有男演员呢，我们就有女演员。女演员读作 actress 非常好，看这个女演员非常的漂亮啊 ,actress。举个例子 ,she is a nice actress, 她是一个漂亮的女演员。那么看着音标再读一下。She is a nice actress. 好，那么这句话呢，依然是主系表结构。我们再读一遍。She is a nice actress. 那么 she 主语 is 系动词 a nice actress 就是对 she 主语的表示说明。好，跟老师再复习一下 act 表演 actor 男演员 actress。我们现在再通过刚才学的 act 往下延展，那么表演它的形容词就是 active 什么意思呢？活跃的啊，表演的人都比较活跃啊 active 看音标 active。 好，你看这个虫呢正在勤奋地爬着，属于一种活跃状态啊 active 举个例子 This worm 大家注意啊 This worm 就是虫子的意思啊，会蠕动这种虫子怎么呢 It's very active 这个虫子呢非常的活泼。跟我再读 This worm is very active 看着音标再读一下 This worm is very active 那么这句话呢依然是主系表结构，This worm, 主语 is, 系动词 very active, 就是对主语的表示说明，所以说依然是主系表结构。跟我再读 active, 活泼的啊，活跃的 This worm is very active, 这个虫子非常的活跃。那么 act 的名词呢，就是 activity, 也就是活动啊，活动。好，跟我再读一下，看着音标。Activity 重音符号在这里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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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vity。看这些人呢，在大街上参加一些游行活动，不管是什么活动呢，它都可以总称上是 activity。来 ，they are in an activity。他们呢，正在一个活动当中。注意，活动是字母。也就元音开始的，所以这个呃要变成an，是不是？好 ，they are in an activity， 看着音标再读一下 ，they are in an activity， 这里可以连读 ，they are in an activity，they are in an activity，they are in an activity。好，这依然是个主系表结构，主语是 they， 系动词是 are，in an activity 是表语，对 they 的表示说明。好，现在跟我再复习一下 act 表演 actor 男演员 actress 女演员 they are acting 他们正在表演 he is a great actor 他是一个伟大的男演员 she is a nice actress 他是一个漂亮的女演员那么 act 出来了 active活泼的活跃的 This worm is very active 这个虫子呀很活跃 They are in an activity 他们正在一个活动当中好同学们现在跟我再读一下 Act Actor Actress Act Active Activity 好同学们以上的几个词呢请大家做好笔记一定要反复复习本次讲解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Bye, guys.